关于有名的连锁书店陈皮，2007年是伫推动嘅故事馆开始开业，10年来是推动重用嘅文化指标。有一部嘅推动县政府并未经济推动故事馆嘅新招主案，三度都无创上来投标、三流标嘅情形。但为陈皮方面未证实，新一代同县政府合约期满过后就会结束营业。系托台南文平店，还有台北嘅敦南店，今年第三间系某种生意嘅分店。推动嘅日本人士谈到过后，都很多每次都懂唔判的。第六组推动历史建筑，前身系地震事务所嘅推动故事馆，用2007年起始，每套陈皮书店嘅经营。13年来，变作一道推动人看书、读书，无就系看展览、谈工作的重要的素材。不过，按照推动故事馆新一期的主题，9年设置业，最近总共300,000元的委外经营招标案，三无创上来投标、流标。就连推动业文化处也表示不了解，至少陈皮唔系唔够做下意。过去几年安尼也倾倒的努力来有上点留下来，啊，今年替白毛来投标安尼也倾意外。事实上，台东陈平自2015年起始，就加拜某一个族阿查里的传闻。陈平也用坚信三面证实，陈平台东店因为租约到期，营业到10月30日为止。谈到这个消息，地方议会人士也在民众都知道是台东人的动态损失。可能台东人之后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像这样可以坐在这边看书啊，然后。别的书店的种类也不会这么多啊。陈平二离开时，我用 CS 晴天霹雳。同县政府杀强调，推动故事馆委托经营案，还系为双面招标，要为持续留陈平教堂，希望还有改变的可能。下个新闻，陈明台东报道。